男生的动作。防守上，我防守上其实现在看起来分数要拉开了，所以如果目前的防守是守不住的，其实应该要来考虑看看是不是做一些调整。宋瑞珍终于队友，所以丙女还是不能缺了这个宋瑞珍哦。宋瑞珍，不过今天宋瑞珍他的这个切入的路线，其实你看他都必须切到最后一关，就是说，对，选择中继可能刚刚说，因为20.9，然后这球宋瑞珍超到了，宋瑞珍要自己上，用左手上篮球进，三节拿到了，超到了，再交给宋瑞珍，爬起来中距离跳投有，刚刚在上来了，宋瑞珍三分球进。哇，这球又让张嘉玲抄到，这球再交给宋瑞珍，哇，宋瑞珍还用一个反手勾射，球从15分从15分落后到领先5分，中间还没有一节的时间，大概只在半节而已。拿到球的话，基本上这2分十拿九稳。宋瑞珍现在怎么投怎么进啊，这其实完全无法挡的。一个火锅，美女很快的过来，再交给米吉恩，再交给宋瑞珍，攻势都要由宋瑞珍来发动。宋瑞珍中距离再来跳投，要进投的，一定投的。你单板之后一个挡拆，然后你在下面的人并没有走出来哦，就是在第二线前方又是一个超，现在又是一个超节了。哇，现在球应该是给宋瑞珍，这个机会一定要投的，要进了，21分。一定就是投的嘛，那五号的事情，他什么事都能做，他一个人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要进了 ！Oh my god！ 宋瑞珍刚才投了，他要变手，我怎么做准？我真的已经跪在地上了。宋瑞珍这个时候又抄到球了，自己又过来，还要转身说球，球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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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Show time！ 好，这场比赛李女要来控制节奏了。北女中在下半场越来越像在练球。哦天哪！天哪！我突然想到一个故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央央。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